讲话，在那个，是啊，在讲话，哟，在讲话。这个叫抹花，这个叫抹花啦。你看，有小小粒的，有小小粒，小小粒的南瓜，那个叫抹花。那个张开，张开，然后要用花粉去碰那个。那这样，这样人工授粉，这样叫人工授粉啊。南瓜也要人工授粉。哎呀，连南瓜都要人工授粉，海香果也要嘞，丝瓜也要嘞，啊，这个叫母花，母花你看到有南瓜，小小粒的南瓜，看里面，里面有花柱，然后要用公花。用公花的花粉去碰，碰那个花柱。这叫人工授粉，有的用毛笔沾，有的用毛笔沾花粉，然后在这个柱头这样碰。这叫南瓜人工授粉，百香果也类似的。丝瓜、菜瓜也是要这样，就是高灰啊，这是人工授粉。人工授粉以后可以把用袋子把它包起来，免得被虫叮了烂掉。公花，公花跟母花。